对于梦想家来说啊，绰绰有余。成功发进场内了，阿敏在高位三分线外，你的跳投有三分球，最拼的三分弹，哇！杨敏完爆，完爆，绝对是梦想家这边最重要、最宝贵的。你说富邦这边有三宝啊，那阿敏这个大宝啊，对于这个梦想家来说啊，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！对于梦想家来说相当关键。地板传球，张宗宪 for the win！ 漂亮的 fadeaway jumper！ 哇哦！最后两秒钟有机会扳平比数，马上的还原色，101-101！哇哇！最后这十二秒钟，哇，简直是太吊人胃口了。我都已经喊 for the win 了，结果。